各位学员请就座吼，咱一分钟后开始上课。各位好，咱今麦开始上课哈，大家请起立。起立，大家请坐。啊，各位同心，大家阿曼，大家好。啊，我叫做潘良华。啊，我呐原住民，平埔族的马卡道族。啊、可能有个人无听过我介绍，讲什么话叫做马卡道族，这族是较尾啊吼。这个谢长廷咧做高雄市长的时候，为着纪念阮平埔族马卡道族，啊，所以有伫这个中关山的铁路边有开一条路叫做马卡道路，好咧纪念阮的这个族群啦吼。啊，那马卡道记袂开，我拢刚介绍讲。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叫做马卡道。啊，火车若来，若弄了就差不多啊。啊，咱台湾人就有希望啊。好 ，OK。啊，有时我介绍我的姓公，啊，我这都清朝的官员四姓啦。啊，我呢祖先都拢开住伫水边、溪边、河边，因为要洗物件、要洗身躯较方便。好啊，所以我都住伫水边的番啦。因为因中国人，哦，大清的人拢认为咱是番邦外邦嘛，哈、哦，外口的拢中国，拢中叫做番呐、啊，包括你引进番籍，就是番薯，哦嘛番，番麦啊嘛番，哦，恁国外国来哦，哦，啊个啥番啊姜，有无？迄辣椒或者番啊姜，哦。啊，番石榴哈、哦，啊，番茄对哦，真好。搁有你用的物件较早，番啊花嘿，对。迄外来拢叫做番对无？对。啊，即摆你甲咱管这是毋是外来的？是。对，1949年为中国走路来遮，所以因应该叫做番较对对无？对。啊，对啊，咱在地咱会方叫番。咱较早是讲，咱咧讲外国人迄个从荷兰来，咱讲伊是荷兰番吼，阿门番，头毛伊咧金黄色的吼，吼、哦，好，啊，那么今仔我尽量吼、哦、来讲较紧的吼、哦，有可能爱跳过人话，无惊时间无够吼。我伫民进党都成立我的家里吧。我那族亲的民进党党员，党员时代我就迄阵伫台北街头路定去听黄信介吼，因遮咧演讲吼，啊黄天福吼因兄弟啊，那么黄信介互我印象真好吼，因为伊出钱出力吼卖厝，咧支持民进党的开销，即正讲有对台湾有贴心吼，啊结果。后边吼，有这个柯信良加徐明德这两个做党主席，哇！我就对民进党作失望诶，吼、哦，我就开始无咧参加民进党诶活动。一个讲要堪当啉好者咖啡，啊，一个要大胆西进，要甲咱诶技术、吼、哦、咱诶资金、人才拢向中国送。哦，啊，伊甲栽培因遐诶
产业啊，较产品去倒来供咱台湾的这些厂家，吼、哦，啊，互咱台湾就工作无头路。所以啊，即便着咱台湾人一寡优秀的人才，第二十八事件，吼、哦，即个拢精英，到尾三万个，互蒋介石有计划安尼甲屠杀掉，互咱的人才有断层，啊嘛，互咱台湾人惊着。因为这些人才有在条领导来抗暴的，伊知影讲因三流的国家要来关联咱这一流的国家，若无把这些高人抬掉，伊来判官，啊，所以用有计划甲咱抬掉，啊，互咱台湾人讲有耳无嘴，哦，咱的许多人，我自细汉就讲，囡仔人有耳无嘴，无嘴哈，饭加食寡，话减讲寡，互咱台湾人家己也拢失去信心。哦，叫咱拢卖插政治，哦，啊，这结果拢中国人咧插政治，啊，政治就是管众人之事，啊，煞拢中国人咧甲咱管，好、哦，三流的中国人咧管咱一流的大日本的就台湾人，啊，啊，今仔日咱大家来遮，就是要甲一寡真相啊来讲，我大家知影哈、哦。那么一直到。我建国党成立的时候，我也很欢喜，因为我那时候胜利的独派支持台湾要变成一个国家，那时候头脑不清楚，那时候民进党洗脑说我们是要做一个独立的国家、啊、建国党以这个名称简单明了扼要，就是要建国的、哦、我听到很欢喜，当然就想要把它加入，结果我还不两党民进党看讲哦，啊，这些建国党拢是教授级的呢，拢工程师，拢师资辈的呢，医师、工程师、律师、哈、哦、会计师，拢师，啊，法师，啊，拢有呢，我这拢人才呢，啊，我民进党拢差不多较中下阶层的哈，个只拢食槟榔的，吼、哦、啊，整天拖的呢，我变那个民币一定输的，我这损伤一波。用人头党员甲加入民进迄个建国党，然后伫党代表大会定选的吼、哦，提议讲，啊，咱建国党已经阶段性任务完成，咱会当改选，吼、哦，啊，着大会爱主席爱大家举手投票啊，哇，人去几千个，咱通赢，加个人赢遐个吼。人头党员当然输啊，为遐干部啊拢换，许安尼质变的话，建国党声势就落了，啊无声势偌好咧吼，拢伫报纸文章拢咧写论文，迄个论述，咧带领台湾人的思想的改造，结果又创一个，民进党为了伊党的利益，无甲台湾的利益摕伫第一名，照讲伊应该爱互建国党遮个。较观看的这些学者去写论述，啊，民进党好啊来经营地方吼、哦，来看国民党选举甲选落赢，安尼相辅相成，足好诶。结果伊都惊讲伊甲抢伊个市场吼、哦，所以真可惜哈、哦。那么尾啊，建国党安尼消防员我阵做事情也拢不插些事吼，啊，都去境外。树葡萄啊，咧做园艺，好好日子过得真好过。到有一天，我伫罗林吼，本来我伫高雄，我拢驶咧中正地下道安尼落去。啊，有一下到高雄市咧做捷运啊，迄、那个地下道崩去啊，做我来走顶管啊，走顶我看了路边还有踩这条机啊，我甲想讲啊，这美国总公司吼。一直销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哦，唔知是咱秘书长2006年伫高雄市咧选高雄市市长吼，伊个主张就是迄当时咱台湾是许个美军甲咱占领，伊写头一本册《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台湾》吼，出一本，啊，过来有一本叫做《台美关系关键报告》。台湾的将来，台湾的地位，
拢爱靠美国来解决。所以咱跟美国到底什么关系？迄本册写个足清楚的哈。啊，你若买新台湾论，就有送一本哈，买一送一。好，啊，到底咱台湾主权、现款、现况、啥款？好，咱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了哈。就是1945年九月七日，迄天叫做投降日哈。日本政府伫这个密苏里间签这个投降书哈。啊，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命令蒋介石的部队代表民军来台湾哈，甲台湾占领，啊，甲日本军的这个、咱的日本军的这个武器设备拢没收哈。OK， 好啊，但是到1949年年底。中华民国跟共产党吼，咧内战建书，你迄个年代了，规个大败退哈，伊是武装难民非法入侵台湾哈。尽管这个来遐兵吼，遐部队是有这个法律是合法来，但是后边这些武装的难民是非法入侵哈，因为呐。一般难民走去人个国家，要叫人庇护，拢袂使揸武器嘛。那有伫边界就甲你缴械啊，哈、哦！结果因哈强行登陆，啊，美国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这所以这就非法哈、哦。一般德邦爱足谦卑好，因家来试下个哈，见到物件就抢哈。看到卡大车下伫路边，当作无人诶，袂晓骑啊，阵用扛诶扛断。哦，啊伊讲买水龙头，看咱诶水龙头转诶着有水。哦，伊五金店甲咱台湾人买断，往那壁落就感觉打擦咧，阵啊来无水，提灯来火。啊，迄落无水准诶人，吼、哦，毋捌看过火车，毋捌坐过火车人来台湾咧做台湾铁路局诶副局长。啊，唔捌见过甘蔗，嘛来台湾咧回家，迄个借堂回家吼，做厂长，竟然食饱想讲，无出来看人安怎种甘蔗，先即卖讲吼，无归讲台南一个盐水吼，有一个盐水制糖厂哦，伊讲。台湾是真厉害呢，可以用盐水造糖呢，也不知道是一个地名。哎呦，太跳紧！好啦，咱来看，2006年10月24日，咱秘书长带228去告美国哈，诶，那个总统啊，甲国务院哈，那么。在2008年3月7日判决，这地方法院判决哈，伊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哈，啊一定上诉。这个联邦的高等法院嘛，在2009年4月7日，佮判决讲，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的联合当中。咱种话有时啊，有诶较好过，你甲讲伊不爱听。那我生活做好，我有车有厝。但是你甲看，咱即卖咧看北韩，咱拢甲讲吼，因是生活伫像迄一个炼狱当中，很无自由。啊，其实外国人、欧美人诶水准来看咱，嘛差不多，讲这个意思。只是咱有生活有较好，吼，无唔对。但是拄好像陈水扁讲的，我关伫一点三八平了，啊恁伫外口关较大间尔啦，差不多讲这意思啦，吼。所以咱嘛是要待伫政治联姻当中。过来2009年7月7日，吼，联邦的最高法院受理本案，好，这最高法院搁起哩无啊吼，这头一届吼，是咱向美国。太平洋战争的这个征服者美国，伊个联邦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合约，甲美国宪法来提出告诉。结果你看，到8月7日，
本案的被告，美国政府的代表国务院，伊宣布放弃抗辩权。哦，这代表啥意思？代表讲咱所讲的、咱所做的拢对哈。被告美国政府放弃抗辩的表示原告，就是咱本土台湾人，在对原告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甲论述哈，拢法律的见解拢对哈。国务院等于拢唔敢阁出来跟咱辩啊哈。啊，到十月七号，美国的最高联邦法院宣布搁置本案待审，即卖是暂时甲咧下呢。等美国政府若准备好，吼、哦，这个联邦最高法院会阁甲这个案提出来判，因为最高法院袂使想紧伫美国政府还袂准备好伊个国防部，还袂甲武器定势摆出来，咱过了吼，美国开始。公布一直跟韩国、日本、菲律宾，甚至越南拢来演习，就是咧，把这个定势摆好。若要搁宣判、要献牌，阿强啊，若要批评，无要紧，我美国随时拢传好啊，哈。OK， 好啊，这我那说明讲，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64年来足侪。所做的代志，无必要抗辩哦。啊，法院要求今后还爱依依法正确行事，这个依法爱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哦的规定来做。救台湾，咱来看台湾，嘛看旧金山合约。这个是48个国家有签署哦，有经过因的国会通过哈。这个是国际条约，唔可以看迄个美国国内法、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是保护着住伫台湾顶管 the people on 台湾这人，也包括遐中国人。啊，唔好讲外省人哈，叫做中国人。好，啊，伫咱秘书长控美案中间，被告的律师叫做 Peterson 哈，伊伫联邦法院有答辩讲。美国无台湾的法律主权，无唔对，伊讲这句无唔对，因为法律的主权伫大日本帝国天皇手里哈。啊，其实伊美国是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啊，伊佫把这个管辖治理权委托蒋介石的部队，哈，就即马中华民国。但是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改做台湾治理当局，哈、哦，台湾 authority 哈、哦，好。1945年的4月7日，日本的天皇下诏书，哈、哦，大日本帝国在台湾实行。为迄刚开始，哈、哦，台湾人，哦，伫37年就开始皇民化，哈、哦，内地异统，哈、哦，内地延伸啦，哈、哦，啊，是国语家庭这种事，哈、哦，都穿日本衫，哈、哦，食日本料理，哈、哦。啊，学日语哈、哦，你若要讲日语，讲叫做国语家庭，啊，就配给啦，还是犹太拢较济哈。好，啊，迄阵为1945年4月7日开始实施日本帝国宪法，了就是代表讲日本会在大台湾征兵，哦，这就有一个主权的象征。啊，台湾人迄个时阵开始有参政权甲参战权，参政权就是讲台湾会当派五个参议，迄个众议院的议员。三个参议院的议员会当去日本东京的帝国国会去参面，作为参加政治活动吼。啊，为迄刚开始，台湾依法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大姐跟他好说，做广告。过来。蒋介石只是代理美军来占领台湾，这是一个国际委任关系。我迄个时阵，中华民国要个是国家，哈、哦，啊，所以是美国委托中华民国，哈、哦，这是一个国际委任关系，哈、哦。啊，这几天嘛有替咱台湾想到一挂逃生门，哈、哦，伊讲，后壁来讲着哈，等下再来讲好啊，哟。那么咱来讲，是按照日本东京的建国神社内底，还佫供奉39100个台湾的英灵。
这个靖国神社咱2011年、12年拢去哈，啊，咱过头两个月要去哈。这个靖国神社有分外殿哈，一般日本人伫外口遮拍破啊行咧吼，安尼尊崇。啊，咱是入去口内底中殿，伫遐跳箭步做仪式哈。甚至各级别到上来的内殿，好，迄都爱日本的内阁阁员以上、首相才会当入别所在。咱是这款政府级别招待，安尼互咱去啊祭拜咱的英灵。啊，这39,100个英灵，拢是大部分伫第二次世界太平洋战争，咱的高沙义勇军替日本天皇战死的。哦，当然咱兵部做嘛真济了，哈。啊，但迄阵。高沙义勇军，好日本人作佩服的，因为高沙义勇军丛林战有够厉害，迄个在讲上早的特种丛林作战部队，早一支反倒入去山内，就会当生活。吼，也记有一个台东的李光辉，伫菲律宾要30年才通找到，伊敢那一支反倒。吼，啊，日本人这些军人嘛作佩服咱这些高沙的。原住民哈，因你要伫丛林，有时啊，迄阵也无 GPS， 无卫星定位，有时啊，行唔到路，看伊个后勤补给登记，无物件食，拢是原住民伫山内找物件。哦，我知影讲即款树叶个价值、新个价值，啊，就根茎个价值，哦，拢找出来，互日本人遐日本兵食。个做陷阱，掠一挂动物，所以救助着日本人。吼，哎，因个也在讲神出鬼没，因为因做个跟踪所猎嘛。所以美国去学咱这个原住民吼，怕个安尼吼，咁要起笑，用拢无看人啊，都敢那按慢慢一阵风来，冷冷暗棍啊，又挂开也拖开啊，吼。啊，所以这些人死了。日本拢个，因个牌位拢收伫遮，好日本人咧祭拜。那么韩国当初嘛有韩国人死个，好、哦，啊，即马因遐人都拢刷登去因韩国。那么咱个要去遐遮，代表咱要跟大日本帝国还有关联、有连结关系，哈、哦。啊，这马关条拄啊秘书长也讲过，哈、哦。重要就是讲，《麦关条约》内底内容第二条款有讲，大清帝国从下开地方之权，吼、哦，伊军器、工厂啦，加一切属公的物件，永远让予日本。这个永远让予日本，就拼无形呀，对不对？啊，你都卖人去啊，啊，你若要去摕转去可以啊，啊，摕钱过来买转去嘛，好、哦。好，第二项就讲，包括台湾全岛加伊所有附属。诶，岛岛属，这个所附属各岛屿，就包括钓鱼台。啊，这是钓鱼台当初历史建后，由美国军政府甲划归属，这个，敢那八重山乃是宫古群岛的管辖内底。啊，未也个交去吼琉球群岛的管哈。啊，所以钓鱼台是咱台湾的。那么台湾是日本天皇的，所以钓鱼台是日本天皇的，这正确哈。咱来咧讲，那有人咧讲，嗯，你钓鱼台湾台湾的，你甲拢讲钓无唔钓？但你想看卖，当初台湾是啥物人的？是日本天皇的啊，所以钓鱼台嘛是日本的啊。啊，美国最近因为钓鱼台的事件，日本跟中国政府定派军舰、飞行机底下。飞来飞去吼，啊！人去问美国，啊，到底钓鱼台是啥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跟他讲，钓鱼台的管辖权属日本政府，哈、哦。只要你日本的行政达到的地方，伊的管辖权拢属日本政府了，啊，伊拢不爱讲主权是啥个。这主权就分地上权跟所有权嘛，比如土地，你若一家地，我给你租，
咱签约签好，我甲钱交你了，你就放弃电管的地上权。但是咱签租约，你迄块土地还佮你的名，无甲你过户嘛。但是我甲你哪甲你租五年，五年到你哪不爱租我，你就甲管辖权你去收等的，好。但是你若租我迄个时间，我要征啥的，我潘亮华的权利啊，好。OK。我当然包括澎湖列岛，哎，就一个经纬度，伫这经纬度之间的诸岛屿拢作为永远割让予日本哈。啊，咱民间土地买卖，咱是不是爱大书写合约？好啊，钱交清楚，啊，证件交清楚，互伊大书去地政事务所办，爱去派测量员来现场，双方定盖子，好测量。确认结束的电盖机，民间的土地，不论大地小地，都拢爱安尼办啊。那么，这大地的土地，大清嘛爱派吼、哦、两个国家吼，拢、哦、爱等这个合约嘛，关和这个条约批准互换吼、哦。以后两国拢爱选派两名官员以上，做共同划定疆界委员，哎，个就地踏勘，确定划界。啊！但是日本有照国际法，伊讲等这个马关条约批准互换了，限两年之内，日本准大清帝国纽约的所在，哦，就是台湾甲平哦，以下的人民，大清人民，若要迁居让与地之外者，就是讲你要迁登去恁大清，还是要搬去其他国家拢会使，你会当变卖你所有的产业。退出界外，这个界外就退出台湾甲平哦。但那满两年了，无签刷者，对，就足以甲你当作日本的臣民来甲你看待，哈、哦。但迄阵足以哈、哦，视为其实视为日本臣民。迄、那个时间，大清老李家这人还不是臣民，只是暂时甲你视为臣民。我跟马英常咧讲啊。我把你们当人看，伊的心内其实就是讲，我还没有把你当人看哈。OK， 啊，这你看，人1895年，日本人因就咧遵守国际法啦，予你两年的时间，予你考虑看你要去留落。当初中国来，嘛，1945年来，10月25日，甲咱讲光复节。过年差不多三个月，伫1月12日用行政命令，就甲咱台湾人、甲朋友所有的大日本帝国台湾人，讲甲咱变更国籍，讲咱变作中国人，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啊，另外人无呢，人够互你三年，看你有要去留大家无，还是你要刷出去哈？拢无啊，咱选择哈。来，咱来比较讲有关台湾地位的国际条法律。宣言伊个位阶来做一个比较，相关看的两个国际条约，一个马关条约，这是大日本甲大清帝国签的，哈、哦。过来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哦，这就是51个国家伫旧金山开会，结果48个国家签署，其中有3个国家无签，就是苏联、捷克、波兰，这3个无签，啊、哦。过来来看台北合约。这个中华民国，伫1952年4月28日，伫美国政府的要求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跟中华民国签，唔是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签这个台北日华合约哈。但是伊这个合约母约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好，啊，这个日华台北合约伫1972年失效，是安怎会失效？因为1972年。52年4月28日先后旧金山和平条先后迄天，卡和日本跟中华民国签台北合约，啊，得要到8月7日卡有先后，哦，爱去拖差不多要3个月，啊，但是无偌久啦吼，10几年后，伫1972年，台北合约伊是因为日本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啊、所以这个台北合约就失效去啊！好，啊，再来佫较加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这个是美国的国内法，吼、
美国的参众议院高票，在1979年的9月7日通过哈，啊，伊要定这个法，拢唔免跟咱台湾人参详哈。过来就上街，为这上街开罗宣言，其实这是一个开罗谎言哈，这根本是一个新闻公报，一个政治主张哈。啊，所以你按那个看，咱若要找，当然来找这个旧金山，这是等于当时的同盟国，差不多我的几个国家，到尾也因成立联合国嘛。这等于在联合国的前的盟国哈、哦、所签的合约，这个上有权威性。咱若有要救台湾，爱为这来找对台湾有利的所在哈。其他这双方也这用。被旧金山合约等于佮取代呀，哈、哦，唔是取代，就暂时即个权伫即个所在。啊，以后佮衍生也较，啊，开罗宣言嘛唔是讲无效，当初佫是一个波茨坦宣言。但是伫要签旧金山合约进行咧拟定的时，日本嘛，美国所派出即杜勒斯即、這个特使，就是拢去跟其他的50个国家咧协商。就是要我们要按照签这旧金山合约，哈，啊，这咱等下去讲的，哈，啊，咱做一个小的，台湾今次的国际地位是日本天皇所属，简称就是日属，由美国君主占领，简称美占，啊，当然是各委托日本中华民国的代管，哈 ，OK， 好，啊，咱再来看讲第二项，美军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的依据，啊，够有啥物迹象，啊，咱赶紧来看的。我这个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哈，啊，这是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哦，啊，和杜鲁门去核准了啊，授权和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9月初二来对日本受降的典礼来发布哈，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啊，你甲注意看，用命令，什么原因用命令？因为杜鲁门是所有的盟军的统帅，哦，啊，伊授权和麦克阿瑟。麦克阿瑟是太平洋战区的统帅，啊，蒋介石只是中国战区的统帅，哈、哦，所以咱常用骗你讲，咱台湾是属那个中国战区，迄唔对的哈、哦，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伊有权利分配盟军占领区，啊、哦，因为所有去打日本的，拢差不多是美国单独去打，啊，所以。打赢了，因为临时日本要肯定来援助弹了，日本向天投降哦。美军无遐侪，美军通去占领大日本迄阵占，包括南洋哈，足侪所在，包括中国东北。你看，美国命令伫中国东北遐日本兵，包括北朝鲜，就是北纬38度以北，拢来向苏联军。关东区的总司令来导航。那么北纬16度以北，北越哈、哦，北印度支那了哈，包括台湾跟朋友是向蒋介石元帅导航。这是美国，伊是主要占领全国，伊有这个，伊是征服者，所以伊有这个权利分配什么人去搞占什么所在。好、哦，啊，当初的。命令蒋介石来占台湾嘛，就讲啊，要就近，好、哦、为中国派部队过来，为马过台湾海峡就会当来啊。免阁为美国本土安尼，干那坐船爱坐二三十天，才来到台湾哈、哦。好，那么《旧金山和平条约》伊的第二条 B 来讲，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是啥物物件？管辖治理权。啊，过来第二十三条 A， 确认美国是对日本的主要占领全国这个新闻，啊，当然这个就包括咱日属台湾嘛是，哦，属于占领的所在哈。好，那么对日合约的拟定哈，看我其他50个国家同盟国协商，拢是杜勒斯的主导甲分配，这美国总统甲聘请哈。啊，当然，现在伊有迄个分配权甲主导权，就是他都要讲，伊是。征服者，哈、哦，占领者。那么台湾管理法，伫1979年4月7日
七十就定立啊，但是伊追溯到1979年一月七日生效，啊，这是美国的国内法，因伫美国国内家己定的法，但是实施在台湾的实施，吼、哦，那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合约依靠这个权利甲这个义务来定，咱拢唔捌听过有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吼、哦，好，过来台湾的关系法第二条的美吉拉加斯规定。维持美国的能力，以保护台湾人民安全、甲人权、甲经济制度的稳定，哦，这足重要。看起来讲，哦，台湾真正靠美国，这个台湾关系在敢保护，错误哈，这是足大的错误。当然有依据，但是以这个所讲的台湾人 ，the people on Taiwan， 只要你住伫台湾顶岸，我拢美国拢甲你保护。所以，就保护着伊较在盟军，叫做中华民国，包括他的国民，伊也得然来。啊，那来等于依照《旧金山合约》，The People of Taiwan， 只有住伫台湾的本土的台湾人，吼、哦，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迄天，迄阵外国人拢未来，包括中国人也未来，美国人嘛也未来。迄天，还佫住伫台湾的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佮包括伊所生落来即个后代，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OK， 迄阵中国人也袂到咱来，啊，中国军嘛也袂来占领呢，也袂由麦克阿瑟派来占领哈。所以迄天的时间点，只要你的爸爸妈妈拢、阿公阿妈拢住伫遮，你是伊的后代，啊，你就是会当领台湾政府的身份证，伊的身份的即个 class 分类是 TW， 就是台湾本土台湾。啊，那中国人来请，伊敢来当着 C1 就是 Chinese exile， 中国人的难民，哈，因是退伍做难民证，因的分类做难民。那么，这个分类足重要，这美国足重视这点，因为伊就是要用这个身份证来分你是本土台湾人，还是难民。以后，咱民政府执政。敢那 TW 这个行为人，才会当做公告人员。哦，啊，以后遐个中国人遐个公告人员，都咱一直要甲遣散，哈、哦。伊无资格教咱的子民，甲咱教教遐拢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哦、中国本色，迄个儒家思想，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拢叫咱爱甲服侍，叫咱做奴隶，哦，啊，咱戆戆做奴隶。咱一定要跳出儒家思想，哦，台湾人许家家拢戆戆呀，家家乖乖，无乖拢难是台，就是了爱关第一绿岛哈。好，而且当然保护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哈，甲人权啊，甲经济制度稳定，这是有需要哈。啊，当然这我那立在嘞这个，我那和美国总统有权利依照这个法律，哈、哦、来做。啊，这因为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伊的权利甲义务。因为台湾既然许你占领，那么你就要保护台湾这块，袂使搁予其他国家来甲占领去吼、哦。啊，咱来看，像1996年台海危机，美国也派两只航空母舰的战斗群来台湾来接护。吼、哦，迄阵拄啊，平民面跟李登辉咧选中华民国女王总统。啊！李登辉咧讲两国论，吼、哦，咧提倡两国论，吼、哦，阿强啊去批评，吼、哦，啊，就你看迄阵的朱镕基，吼、哦，迄、那个满脸红咯，吼、哦，啊，就讲要刺射飞弹，吼、哦，伫高雄外海，甲基隆港外海拢改咧划一个禁制区，吼、哦，甲你海顶海上封锁。迄阵台湾1996年经济还阁真好咧。迄阵进出口做港口做无用，你安尼搞海上封锁，那你个想咱台湾的粮食自给率敢那32%到33%呢？伊若敢那封锁半年，咱差不多粮食呢，咱家己粮食食完啊，食完咱家己就内乱啊，吼，为了抢粮食，咱就内战啊。啊，所以这影响着咱台湾的经济，因为咱靠出口咧赚钱，赚外汇，你搞封锁，我物件无法度送去。外国的牛市我无法度去买入来，住台湾会乱啊！当然美国爱关切，所以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出来。好、哦，啊，这就是
美国总统是依照台湾关系法，伊才有这个权来派兵。哦，啊，这不是出来咧郊游佚佗，要来这个华人外海要看海豚呢？而且开足侪钱呢？你伫在海面建保保护一只航空母舰，空中各有飞机咧保护，下骹各有潜水艇，啊，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要开足侪钱哈。好啦，啊，这六项保证捌讲过哈，咱甲跳过去。哦，咱唔捌看过有一个国家咧，甲咱讲对台湾有六项保证，你看有其他的国家无保嘛？哈，法国也无甲咱保证，苏联、俄罗斯嘛无咧甲咱保证哈。来，台湾唔是一个国家，这个咱搁听一遍哈。2004年十月二五，前国务卿鲍威尔伫北京讲的哈，记者甲问伊讲，台湾甲中华民国到底是啥物地位？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哈，台湾唔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哈，啊，这是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哈，对美国来讲，伊是因50州以外，啊，但是伊可是用台湾关系法，这个国内法你甲咱管，啊，所以我甲号做境外的国内，啊，因为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即马暂时依照台湾关系法有，和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哈咧甲咱代管。因为现在讲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因为美国已经跟中华民国断交，袂使阁用中华民国这个名，所以美国因呢国务院有通过因所有的驻外使馆，以后拢袂使阁称呼台湾叫做中华民国，干来当讲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台湾 authority 简称台湾，哦，这个台湾就是咧讲台湾 authority， 哦，啊，作为美国官员，未使跟台湾地理当局，吼，哦，就是前中华民国这些官员，伫公共场合啊，做为食饭，吼，哦，开会啦。OK， 来，其实美国是一个总统令，台湾当局这些总统哈，不论是两蒋啦，还是李登辉阿扁啊，好慢叫。拢爱看美国的脸色，啊！美国对台湾当局拢说三道四，指东指西，哈，什么都美国说了才算数，啊！啊，咱来看2000年五月二十阿扁啊，迄个选的总统去哩就职，阿扁啊去哩就讲四不一没有，啊，这是由美国甲咱甲阿扁啊操控甲指导。你那总统的文告，哈，啊，是重要的演讲，你的演讲呢？内容爱先拢爱上有美国看，美国看看没有问题，好，哦，你还在讲，啊，这个四不一没有，你个想法，好不容易有一个咱本土的台湾人选到中华民国流亡总统，咱就讲啊，咱台湾人出头天，去你一定跟咱讲到安尼好，会再讲安尼美好的一片呐，哦，幸福。就伫眼前哈，啊，结果去哩，跟你讲四不一没有，啊，这不爱做，那不爱做，嗯，啊，这看一般的总统去哩，讲了我去哩要做啥，要做啥，要做到让恁大家幸福快乐，啊，那个要钱赚个888，那直接讲我去哩，这不爱做，那不爱做，好，啊，那来看伊四不一没有，到底是讲啥？伊讲第无要宣布台湾独立，第二两国论无要入宪法，哈。第三，无要举行统独公投；第四，无要变更国号；第五，无废除统一纲领、国统会的问题。啊，哦，这四不一没有。你看，不，还是选一个放屁总统啊！好，哦，啊，这荷兰足失望啊！当初，哦，阮这独派侵略的，阮拢。等伫电视机头前，等要听啊！那等下选举的这个总统是要讲啥？就是讲了四不一没有，我拢倒向呀！哦，去个。后来，咱来看这个委任占领的授权书。1979年以前，美国是还阁承认流亡的中华民国，但是1979年以后，伊跟流亡的中华民国断交。好，哦，啊，这断交了，吼，哦，美国国会。制定台湾关系法来代替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得了，伊的本质是美国代理君主占领台湾的授权书，哈，因爱关键佮回收到
1971年一月七，安尼较连接得着，较袂有空窗哈。啊，改称台湾治理当局，袂使阁称中华民国哈。啊，但是流亡的中华民国这个嘛，继续咧统治台湾，无论你认为也好啦，但水平哈也好，拢是属于台湾治理当局。你要注意哦，唔是台湾人去咧做总统，就叫做台湾总统。要做总统，就是爱是一个国家。但是台湾不是国家，哦，即马咧选的叫做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哦，哎，国际上拢无咧承认哈。来，再来咱看2008年玉山四号政经并推哈，迄阵马英九已经选到总统哈，准总统啊，阿扁有邀请马英九，马英九拒绝，但是 AIT 的处长叫杨树立，抗美军的官员，因说已经坐云豹的装甲车，因为入去横山指挥所观察。衡山指挥所是天下咱上观看的，咧三军指挥中心嘛，吼，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这个竟然会有另外一个国家的美军的官员会当入去，啊，这是毋是咧泄露国家、泄露国家机密？吼，是安怎就干那美军的军官会当入去？吼，啊，甲 AID 的处长，那也无法国的军官入去，啊是英国军官，啊是俄罗斯的军官。啊！这标志下当看了讲，你包括你演习，美军拢爱来给你视察督导，伊才是头家。哦，你演了好不好？伊要来做督导官嘛？哈、哦。来，还有美国下令涂销中华民国迄、那个滔滔国有迄、那个国徽哈，迄、哦那个各种军事武器来看。这2012年哦，四月，这个汉光演习，你注意看。这本来拢有一个阴影的，这依稀可见哈，但是拢糊掉呀。啊，这嘛要个依稀可见，拢蛮糊拢糊掉呀。啊，你我会记较早中华民国军车迄拖拉库，迄、那个板板一定拢有一粒车轮牌拢伫呀，早都拢糊掉呀哈。包括直升机，这依稀可见哈，嘛糊掉呀。啊，就是因为。这些武器佫拢甲美国买的呢，吼、哦！啊，这真恐怖，就讲啊，你都唔是一个国家，啊，你太会当，啊，你太会用你中华民国迄个国徽，你是台湾治理当局呢？你已经唔是中华民国啊！吼、哦，那以前你还佫我阿袂甲你断交，你会当用迄个车轮牌，但是你即摆只是台湾治理当局呢，你这拢爱甲糊掉。啊，美国的国务院伊甲你讲的嘛，讲恐怖组织的三要件。有三个，咱来看一下。第一个讲唔是国家，第二个佮有武器，第三佮是当地征兵。咱来看，唔是国家，宾拉登唔是国家，宾拉登有武器无？有哦，作者。宾拉登伫当地用于伊斯兰回教的教育来吸引人家圣战士来参加伊的圣战，哈、哦。所以，伊是头号世界的这个恐怖组织。啊，咱来看，中华民国唔是国家，中华民国各有武器，哦啊，各拢你美国买的，啊，咱台湾人纳税金要买，啊，伊伫咱遮咧甲咱征兵，对不？当初咱是大日本帝国咧，跟中国的国民党军咧修建的，咱是敌对的呢，啊，咱即马要占领，委托占领，啊，咱哪会做伊的兵？你甲想讲美军？去攻打琉球，甲占领了，敢有叫琉球人来做美军？无啊！你来甲发武器哦，琉球人，你甲摕美式装备来甲你拍美军。同款，美国2003年去拍伊拉克，占领了，敢有叫伊拉克来做美军？无嘛！空砍的，你发武器哦，你都摕美式装备甲你倒拍。好、哦，所以，咱秘书长甲抗议了。美国赶紧就叫中华民国爱甲伊遐国徽拢糊掉啊！因为你中华民国等于呐恐怖组织啊！你唔是国家有武器，佮在当地咧甲咱征，叫咱去招兵啊！后来咱台澎金马加入 WTO 啊，世界贸易组织是美国协助用独立分离关税领域 MAI 加入啊，独立分离关税领域的议案一下。就是军事占领地，哈、哦，那军事占领地拢用这个独立分离关税领域这个名义
来加入。后来，陈水扁伫要下令进行武器下飞弹，引起美国的关切哈。啊，这是2011年5月2日哈，所发布的新闻哈。啊，扁啊要下令前一两个月，捌刺下一个中程飞弹，但随引起美国关切，一名国务院的官员特别来到台湾的国防部来查证。啊，咱来看，前个国防部的部长叫做蔡明宪，伊讲美方对台湾刺下飞弹感觉关切，一名美国国务院驻深的官员，隔礼拜就来到伊的办公室问伊有刺下飞弹无？蔡明宪个回答讲：，阮敢那刺下呢，还未正式生产啊。伊当时保证台湾的飞弹只是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嘿，咱会使讲要发展一个防卫性的武器，啊，就用人安尼怀疑东怀疑西，爱来给你突击检查呢，吼。啊，佫在讲保证讲，啊，阮这个防卫呢，唔是要攻击，我敢那讲。咱做一个长毛拢讲，无我这是咧顾身体呢，我吼，伊若无甲我拍，我也袂甲拍呢。吼、哦，有时啊，战争就是爱先下手为强，吼、哦。好，啊，你甲看，那毋是讲美军是咱的头家，吼、哦，伊哪有资格来问咱的中华民国云这嘛台湾治理当局的这个国防部长蔡明宪？吼、哦，伊这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呢？如果台湾是一个国家，安尼是毋是美国干涉人的内政？啊、哦，安、哦、尼来看讲，受美国管制的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吼、哦，有韩国、日本、台湾，啊，该处理这三个拢叫做，这三个人加起来叫做大日本帝国。好、哦，伊管制啥物内容？咱来看，第一，飞弹的射程，哦，你看，头拄啊。啊，边啊咧刺下一个中程飞弹，迄超乎美国设定的红线，美国就出兵咧干涉啊。啊，这个飞弹射程包括韩国嘛，同款。韩国当初美国甲规定，你的飞弹敢来顶射300公里呢？哦，敢来一直到去年，美国甲放宽，可以顶到射到800公里。你的弹头，哦，那500公斤呢？你敢来当做差不多500公里，但是你的弹头那是300公斤呢，你会当和你做到800公里的这个距离。好来，过来核武研制。啊，你看，这三个国家拢无核武器。当时蒋经国偷偷啊咧，那个伫咧中山科学研究院内底有核研所啊。咧偷偷咧研究变啊做核子弹，哈、哦，结果伫特别成功哈的时阵，伊迄个核研所副院长啊、哦，副所长，伊是美国安排 CIA 的卧底，所以甲一寡资料，好、哦，拢传落去，伫美国的安排之下，好上登去美国，好、哦，啊，这无偌久，美国就派。国资与能源总署的人，跟美国，哦，军方做下来，这个核能研究所，哈、哦，去把伊的一挂核能的这些仪器设备，拢给拆开，好、哦，啊，把迄个原子炉封起来，用阿姆多空起来，好、哦，你看，到今这三个拢总无核子弹，好、哦，但是拢应该拢有偷偷咧研究，哈、哦。尤其日本，你看，因的遐个核电厂，伊所生产生遐核废料，会当去加工做一挂啊原子弹的这个材料哈。好来，阿咱过来看，暂时军事指挥权，韩国即卖指挥官是美国人，嘛，指挥官是韩国人，副指挥官是美国人，但是呢，南北韩战争发生。副指挥官起来指挥部队，哦，又是暂时指挥权。本来2014年，哦，每年美军要甲战争时阵的这个指挥权要行转予韩国，但是拄好前年发生 T
天安舰事件哦，韩国一只军舰被不明的鱼雷炸沉，而且韩国紧张，所以要个要求美国讲，暂时卖遐炸，伫2017年特别个战争的自卫权献给我韩国。啊，足多这三个，佮拢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韩国、美国驻军，日本、美国驻军。台湾虽然当初依照台湾关系哦，迄个美国要看这个，中国建交的时候，有要求讲爱为台湾撤军，但是美国虽然有撤军出去，迄阵美军顾问团拢撤出去，但是伊要做的雷达站、监听站，拢要是美军来掌控。好啊，真侪工作人员都无穿军服，是换便服。好，咱这些晓得，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切拢依法行事哈。啊，美国总统受国会、甲法院的监督，伊唔敢违法哈。美国伊这个总统哈。在台湾啊，受到威胁时，伊就爱随派部队出来反应，航空母舰就随到位。好，你注意看，台湾有小可一个风吹草动，你就听到讲美国一个什么航空母舰在咱的东海岸对一下哈。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的真正的地位，啊，到咱台湾人许国民党安尼疲劳轰炸，电子媒体、电视报纸安尼拢讲台湾安怎，好，拢许骗你哈。咱台湾人拢被蒙在鼓里了哈，啊，种种迹象证明，头拄仔所讲的这法理迹象了哈，也这样证明讲，美国一直在管台湾哈，美军从未离开台湾，一直在军事占领中哈。OK， 来，咱来看啊，咱来看台湾自治建国模式探讨哈，啊，这是一个探讨了哈，来，咱来看古巴伊的建国模式。古巴伫美国跟西班牙伫1898年战争哈，然后伫12月7日签一个巴黎合约。西班牙放弃古巴，哦，这跟台湾同款拢放弃，割让菲律宾、波多黎各甲关岛和美国。哦，但是美国协助古巴伫1902年的5月20日因着独立啊，伊放弃了，会当和这个独立，这啥物原因？因为古巴伊是殖民地，殖民地可以独立，好 ，OK， 好，啊，那来古巴甲台湾这个经历做者比较哈，拢是因为合约被放弃哈，古巴独立成功，台湾决定地位未定哈，因为古巴是殖民地，所以当独立，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好，所以不能独立处理。你若要独立，爱有步骤哈。啊，等下委员再来讲哈。后来，咱来看菲律宾的建国模式，同款是因为美西战争巴黎合约为西班牙、美国摕到菲律宾，受制于非独的反抗游军的游击战。台湾有台独，菲律宾嘛有非独，哈。啊，菲律宾的非独，伊嘛是要希望因菲律宾的独立建国。啊，所以因不是去骚扰美军，去打美军。啊，美军就派部队去甲追剿，啊，但是你菲律宾大些岛4-5千个岛，较大个有2000几个，啊，你遐拍伊就走去这个岛，啊，你去约个岛，伊阁走迄个岛，吼，约到美军头壳摸咧烧，准甲招来讲，啊，你阁我管10年，吼，啊，这10年恁好啊自治，吼，啊，我甲你协助，甲稳定了，我就互你独立建国，结果无唔对，好，第。1945年9月7日，日本投降了。美国1947年的7月7日，菲律宾在美国的协助之下独立建国成功。啊，你甲注意看，这个7月7日，菲律宾的国庆日7月7日，都要跟美国同工。好，啊，那么咱台湾民政府，美国叫咱去华盛顿使馆特区设办公室挂牌，在2010年的7月7日，哎，这个很有意涵哦，哈。然后，给华为在2010年的9月7日，替咱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办一个国际酒会，哦，
哦，伫个作为历史，诶，这个世纪饭店，哦，啊，咱今年咱嘛有过去，哦，咱是即个九月七日，哈、哦，迄、那个九月七日啥物日？就是旧金山合约签署的日期，哦，所以美国咧敢那安排这個工作很有意涵，哈、哦，你要注意哈、哦。来，过来看立陶宛因独立建国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了，随后苏联变成因为伊拄啊伫迄个苏联的下卡，哈、哦。西南方这边，1990年3月11日，因为立陶宛的民间议会家己宣布独立，但是国际社会拢咧观望。啊，当然恁来算真来算假，吼、哦。啊，立陶宛的人民以抵制苏联军政府所举办的选举，吼、哦，迄届选举投票率无到30%，吼、哦。所以立陶宛人因。觉醒个，我无爱阁你继续军事占领，我要家己恢复家己一个国家。啊、所以投票率遐低，所算出来，因当地这个迄阵的总，嘛叫总统，国际社会无甲承认，哈、哦。啊，但是嘛，等于苏联伫立陶宛的合法统治的合法性嘛无呀，因为投票率遐低，哈、哦。叫伫1991年九月七日，因完成独立。啊！迄阵苏联因家己办选举嘛，吼、哦，立陶宛人家己办选举，啊，独立苏联看局势歹啊，啊，就大势已去归伊，甲承认哈、哦。啊，这立陶宛咧抵制选举的意义哈、哦，咱来甲看，咱台湾人参加流亡中华民国的选举，吼、哦，咱来看这個后果安怎？伫咱每一届吼、哦，咱用流亡总统大选来看。迄天，哦，比如讲去年1月14日，咱台湾人摕迄个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踏入到投票所，迄间领一张选票，咱就先输一半。你等于你承认你是中国人嘛？啊，搁伫自由意志之下，你去甲投票，啊，算出来结果是通牌马英九。啊，这是国际社会咧看讲，啊，恁台湾人家己欢喜，甘愿伫民主程序。在自由的经营下，您要选一个以后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马英九吼来跟您管，啊，这是唔作假啦咧。好，咱应该抵制任何中华民国流氓政体哈，所国际的这个选举啦哈，所谓选举 ，OK。好来，阿咱过来看一个琉球返还模式。哈、哦，1952年1月2日，哦，琉球民政府成立，啊，因本身嘛有行政、立法、司法，哈、哦，啊，这是伫美国军事占领下，哦，所成立的。伫1948年到1958年，因用美元金票，哈、哦，但是到五八年以后开始用美金作为的货币，哈、哦。在1972年返还以前，琉球人若要去日本本土，哦，就是比如你要去东京做生意，还是要去北海道，你爱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才会当离开琉球。因为迄阵琉球等于是日本的境外啊，已经用占领，等于是日本的境外，好、哦，啊，所以你要去这个日本的本岛，哈、哦，去四大岛。你得要有旅行证件，类似 passport 哈、哦，我就这个。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的旅行证明书，你要摕一本，你才会当离开琉球，哦，入去日本哈。好、哦，啊，这 travel document， 哦，这就是咱即马台湾民政府要求美国国防部，伊下骹的军政府爱发这份。即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部，我所发的国安部了哈，国土安全部简称国安部，因所发的这个旅行证件，给咱本土台湾人，唔是给中国人哦，哦，干那本土台湾人较有资格。啊，你爱先有着咱有迄个咱台湾政府所发的有晶片的迄个身份证，你较有资格来签的呢，哈。啊，这个。摕到美国这个旅行军政府这个旅行证件，只要美国啊，全世界170几个国有邦交的国家免签证，
你拢会当免签证出入哈。啊，注意哦，咱伫1971年6月17日，美国跟日本政府签一个琉球法案协定。啊，伫迄个过年的5月15日，尼克森政府依照琉球法案协定，把琉球献给日本。啊，这属南洋岛。啊，咱注意哦，没有办公投。当初要签这个协定条件，就是讲，日本政府甲美国问讲，啊，你得爱什么条件？你较要，我爱甲你赔偿偌济？你较要还我琉球？美国政府甲开3亿2000万美金，啊，这就等于是咧还战争债。因为当初1945年4月7日，尼米兹上将派伊航空母舰战斗群去攻打琉球，死足的美军，因为迄等于拍入去到日本的本土啊。较早其他伫菲律宾战啊，还是伫什么中途岛战，迄种正外围吼，毋是正讲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琉球人无论军阿民，拢想要替天皇战到死。啊，所以这个战争在美军死遐济美国大兵，哈、哦，啊，因为航空母舰遐济只船啊，遐济军舰遐济只有航那个神龙特工队个轰炸，飞行机又趴灾了。这个战争在你日本敢免赔？当初琉球只是等于抵押品呀。啊，那么你这个战争在你哪行？哦，当然就签一个缓缓决定还给你。那么台湾是安怎袂使独立？就是咱台湾有两个头家嘛，这块土地嘛是暂时做抵押品，迄个美国甲所有权证订掉了，但所有权证订完了，佫带一本天皇的名，无过户啊。但是迄张所有权证订迄个订了，握有台湾的主权的权状，但不代表是他的了。伊咧单讲你摕钱来行。咱就依照琉球法案模式，等于大日本帝国哈、哦。所以你个想讲，敢那所有权证的人，所有权人大日本天皇，债权人即嘛是美国政府，好、哦，你安尼个想，甲当作民间的一个土地，好、哦，就讲我看你跋输缴，我跋输你，我无现金给你，我这土地所有权证给你压在你手里。但我若有钱，我提现金来，所有观众还我。哦，所以不是用公投，不是讲咱来哦，迄块土地足好个，阮五兄弟本来甲租，也袂歹嘞，咱种个，大家规个拢遮大粒呢。嗯，这块土地好，啊来无咱五兄弟来投票，这块比阮个好唔好？啊，咱讲好，恁看地主袂无？地主看你笑个，哦。我说：“咱台湾人是真正笑的，咱咧台独，拢无咧讲国际法律，吼、哦、法律呢？啊，咱在咧公民投票，即个变作咱台湾国的，敢会使安尼？你都唔免问迄两个头家，一个债权人，一个所有权人，哈、哦。2008年到2012年，流亡中华民国咧选总统，咱来甲当作统独公投，诶、欸，咱两这两届拢输呢。”谢中鼎输200万票，到小英安尼好，三只小猪，唔是小鸭啦吼。好，安尼气势好噶，热不不，咱就稳赢。哇，结果嘛要输80万票。你看，啊那安尼外国人咧讲啊，恁连续两届拢要互通牌曼谷啊，恁这以后吼，会真正变作通牌台湾啊，过来互中国合法并吞。哦，即马马英九咧做，拢行这个路线，吼、哦。啊，外国人，你即马啦，马英九真正甲咱引清兵、引迄个中国军入关、解放军入关，吼、哦。恁家己欢喜甘愿的哈？这伫国际法是合法的，恁经过自由民主的程序投票出来哦，合法哦，可能的、哦。到时美国甲日本。很难插手干涉，因为这恁家己欢喜甘愿选所做的选择嘛。台湾人到时会沦入勇士豪杰，作假烂的呢。好，好，
啊，如果啊，你们我今麦讲如果，其实咱唔是要鼓励台独，还是要建国的哦，哈、哦。咱只是爱甲讲这个前因后果，咱的那照安尼行会变安怎哈、哦？你那台湾独立建国后，责任甲义务甲风险是啥款？咱来看。台湾人爱纳税，台湾人爱做兵，啊，爱家己去侨的兵过台湾，搁爱家己买武器，对不对？佮伫阿袂日本联合国进行爱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其他的国家无法力甲义务出兵干涉，因为你每一个国家家己有家己的国防，你爱家己顾家己啊。哦，除非你有加入共同协防，好、哦，安尼就会使。但是你都成立的来不及加入联合国啊，来不及堪能签这个国际协定协防的时，其他国家无。理由替你出兵呢？哈、哦，咱来用当地文独立建国做一个咧。当地文伫遮，爱边啊拄好完了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度尼西亚，就是简称印尼。咁咱台湾刚盖港湾边啊完了一个罗马国家，哈、哦。当地文伫1975年10月2日为葡萄牙独立，成立当地文民主共和国，哦、但阿未赴入去加入联合国，到刚后。由印尼军甲入侵并占领，一直到1976年7月变作印尼一个当地文省。只要20年中间的统独抗争吼，死10万至25万的人。过来，1999年8月30日，伫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举行全民公投，绝大多数的当地文同意为印尼独立建国。好，建国成功好，但是到今年的9月下旬，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印尼军都继续派差不多1400个当地文的人，并摧毁当地文大部分的国家基础的设施啊，造成到今仔日当地文还阁是全世界上散车落后的国家之大部分的物资爱靠国外援助。啊，这款的独立的结果，敢是咱要爱？好、哦，这足危险，因为咱边海咧。200几公里的台湾海峡呢？哦，这足危险的，马上就过来呢。在咱宣布独立吼，双甲隔江，哎、欸，天光困个，啊，再拢解放军，啊，惨嘛！哦，咱来看一线之隔的新墨西哥州跟墨西哥国，哈、哦，这比较，也看灰色的，这个是墨西哥国，电管这个墨西哥州，墨西哥州是由美国军事占领了。因为战争、美墨战争哈了，啊，你个注意看，这个边界哈，墨西哥的人拢一直要偷渡入去墨西哥州，啊，这人呐，因美国做民主、自由、富裕嘛，好趁食嘛，所以墨西哥人拢一直要偷渡入去，吼，啊，所以迄个美国军事占领，唔是外派的工过啦，啊，外派的代志啊，啊。啊！你来看讲，啊！美国跟加拿大，电管这个绿色加拿大，浅绿色是美国，因这个边界作放松的，等于无什么驻军在过，吼、哦！啊！美国人跟加拿大人来来去去，吼、哦！都伊个边界检查拢作简单嘞，吼、哦！啊！唔捌听讲美国人要偷渡加拿大，啊！无听讲加拿大人要偷渡美国，而、啊、且是两个最准边关嘛，吼、哦！啊！所以无这个问题。但是这就注意啊，这红色中国，啊，这绿色台湾，啊，都因迄迄边叫做铁幕，较早蒋介石经常讲，因讲这边叫做红色铁幕，啊，咱这边较早因讲叫做 Free China 自由中国，啊，其实迄是伫美国的要求之下，伫美国的压迫之下，叫蒋经国讲你爱开放东京、北京。我、哦、要开放党禁，蒋介石嘛作呕呀！啊，都我都为一个口号，叫民进党带这个口号来，这来干嘛算嘛？所以民进党是伫蒋介石的倒三江之下所成立的呢。因为当初民进党要成立，哦，谢中廷迄阵是创始党员嘛哈，因要工作饭店，无人要做，大家惊嘛，饭店迄个头家大家嘛惊啊，你这都。暴乱分子啊！吼、哦，你这爱在关啊！啊，我若做你连我有代志，我连咪拢查水有诶无诶？啊，所以无人敢做，结果
国民党的国民大会迄阵呢，敢那副议长叫做陈金浪，替民进党去做燕山啊大饭店。啊，这是蒋经国安排，因为你若住燕山大饭店哦，害我国民党的招窟啦，蒋宋美龄的招窟啦，迄饭店啊，我的工作人员要入去安排线路吼，要录音线呐、啊，啊录音线呐、啊，卡咩呐，要安装在我装。啊，你若其他外口饭店，伊较要互你安尼装。所以，你伫内底开会咧创啥？蒋经国住伊办公室，看迄闭路电视，看个清清楚楚。全部在他一手掌控之中，好，那么起码在美国军事占领下，台湾地理当局代理地理的台湾迄阵较自由，所以足侪人中国人的女工，哦，还是女孩子，拢为平潭偷渡来新竹的南寮渔港，还是去屏东的南边东港、东寮遐，为遐偷渡上岸，对不？啊，这就表示讲，起码咱台湾迄个美军占领，比这个赤色中国较好嘛。好、哦，好佳哉，咱是迄个美国占领，咱若迄个苏联还是阿强啊占领，咱就惨嘛哈。感觉讲占领解放军敢怪怪哦。哦，啊，咱是伫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下来驻地。好、哦，咱赶快。有咱家己的民政府，咱嘛有行政、立法、司法拢有，吼、哦。会当免税，免做兵，吼、哦。咱免做兵嘛，琉球人当时伊个美国占领，免做兵嘛，吼、哦。啊，国防甲军费，美国爱负责嘛，谁人甲你搞阮占领？吼、哦，你着顾好，莫许阿公阿替伊，吼、哦。剩落来经费来建设台湾，变做东方的水师理想的工，毋足好个，吼、哦。当然，咱以后嘛有可能驻地了哦。咱进一步变作大日本国协的一国，变像迄个大英国协，大英国协吼、哦、有嘛有五十几个国家联合做者，好、哦、联合大英国协。好、哦，那么你讲像澳洲，伊嘛就尊称女皇啊、哦，英国女皇。这一个象征的领袖，加拿大、马西亚、纽西兰，哦，这些国家，因合开，等于五十几个兄弟，哦，咧服在一个，哦，女皇安尼，哈、哦，啊，你不小心你拍到伊其中一个兄弟，去五十几个拢做来甲恁拍，你就错咧蛋啦，哈、哦，啊，同款，当然咱嘛是当看日本做邦联，哈、哦，完了日大日本国协。甚至，咱比如讲啊，咱做一个中立国，吼、哦，跟日本、跟中国、跟美国拢等距，吼、哦，安尼较袂有纠纷嘛，吼、哦。卖讲，咱拢挖美国，阿强也无欢喜，吼、哦，日本嘛无欢喜，啊，咱挖日本哦，阿强也无欢喜，吼、哦。Okay. 好，啊，咱来检讨讲，以台湾的名入联，甲用中华民国反联来分贴。啊，变个讲要用台湾入联，啊，国民党吼，因拢讲要用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啊，咱来参考看嘛。以联合国的资格，嘛，要入联合国，伊的资格是以国家做基本的单位嘛。你爱先变作一个国家，你才有资格做联合国会员国。啊，咱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吼、哦，是毋是？咱有国家认定标准，咱来看。哦，爱有人口，哦，爱有土地。爱有政府，爱有外交权，这四个你若有啊，安尼你是一个国家。啊，咱来看讲台湾国有国家，台湾国有人口无？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哦，只是咱的国籍被悬置。哦，因为这个台北合约的关系，哦，台北合约第十条讲，何为中华？民国国民，包括现在住在台湾跟澎湖的拥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国民，就是咧供应中国人，以及前属以前前属哈、哦、
住在台湾的跟澎湖的居民啊，住民，这就是讲咱较早日本打完迄阵留落，即包括伊后裔，想到伊还个就是包括前属，即个人个视同中华民国国民，我们只是被中华民国视同的中华民国国民，视同的表示表示讲咱唔是啊，跟民国同国，只是暂时为了管理方便，被视为中华民国国民啊，所以。台湾国，因为今麦这個人口，那摕到中华民国身份证，暂时是中国的国籍的人，但是咱的潜在国籍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哈、哦。好嘞，领土，台湾国有领土无？可惜，这块领土是日本天皇的。哦，有啊，阮有政府啊，歹者，这个政府叫做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嘛不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哦，有啦，阮有外交官，阮有高级的三个小朋友国家。哦，弄些什么图瓦鲁啊，什么哦，什么密克罗尼西亚、那普林西比哦，迄种作歹读个呢，干唔知咧读化学，有钱呢，歹势。迄种中华民国外交部，因去签的建交公报啊，无、哦、你甲建交公报摕来看，是毋是拢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去看人签？唔是你台湾国去看人签的啊？而且这些拢是中华民国摕咱的税金钱去甲乌西来，拜托你看我建交啊，拢咧看阿强阿咧比看上，摕较侪钱给伊，就看你这阵建交啊。所以台湾国这四样拢无，所以台湾国唔是一个国家，所以台湾要入去联合国困难。这看个咱开始拢有，啊，就开始讲一个人吼，甲一只狗。前古洗好清洁，我那西装甲穿了，内裤在拍嘞，手牵嘞，讲来，我带你来火箭事务所要签身份证。你看拢动物啊，人模人样啊，是不是？啊，咱阿边啊，努力做这个工作呢，好像什么都有，结果去叫你身份证退出来无，叫你资料退出来无，好。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就头拄仔讲的日苏美战。台湾目前敢那是一个地理的名词呢，哈。咱台湾若要建国，有五个步骤。哦，如果啦，吼，你要注意哦，你要照步来哦，袂使一声就讲跳到上后壁哦。第一个，哈，咱来看，美国君主政府要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政权，哈，把政权交咱台湾民政府，和咱主地。啊，咱还阁要求咱的母国跟美国签一个台湾反团协定哈，啊，当然这要开钱哦，吼，要跟美国协商讲要赔偌济钱，开点反团日本，反团日本了，咱还阁要求咱的要求咱的母国制定一个领土分离条款做法源，哎，有这个领土分离条款的法源，咱开点办台湾公投。来公道决定讲台湾要何去何从？公道讲，啊，你到底是要搁夹伫日本内底，还是要跟美国夹做伙，还是要家己做一个国家台湾国？好、哦，这爱有一步一步来啦。你袂使为上头前美军也袂入来，总甲跳来后壁，咱即马一声就跳来伫后壁台湾公投。哦，迄、那个蔡东营、蔡公投，伊就是安尼，拢无咧管讲你这个战争在安怎，无咧管你台湾法理地位安怎，无咧管这两个头家所有权人甲债权人，不管，我著跳来遮，阮欢喜着，阮台湾2300万，阮遮兄弟投票讲，这块是阮台湾人的，台湾国的，哦安尼，爽，足爽的，拢无法度做。台湾台独已经60几年啊，有做出啥物成绩？没有呢，走不出去呢。好，啊，咱来检讨讲，以中华民国名要安怎重返联合国？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的2500号的决议文，好、哦，咱来了解一下。好、哦，这要先讲，伊这决议文只是甲代表中国的蒋介石驱逐。联合国的国际组织，哈，伊并不把中华民国赶出去，
无甲这個中国赶出去，所以中国这个刀啊、名牌吼、哦，中华民国这椅子拢要低的呢，只是坐伫去为了为迄个蒋介石代表用赶出去呢。即卖是换一个代表，你别坐，你换啥物人咧坐？毛泽东代表。所以中国、中华民国拢要低啊，因为中华民国简称嘛是 China， 吼、哦，中国。所以只是换毛泽东的代表来坐。啊！即马伊讲要重返要人工咧，请迄条椅，要来抢迄条椅啊！安尼唔着爱咁坐伫遐迄个小巴。啊，边也是用台湾名来讲，无我做一条椅，我来坐伫边啊，啊，无要咁伊抢。但是无合法哩嘛，你都唔是国家吼、哦。所以咱拢咧做一寡作合的工过，啊，台湾人拢戆戆唔知。吼、哦，伫国际法的规范的定义内底，中华民国伫1949年年底就死啊！已经灭亡啊！已经无法度去代表中国嘛，因为伊离开伊大部分的江山，佮走来唔是伊领土的台湾澎湖，伊敢那剩两个小岛叫做金门佮马祖，迄还佮中华民国的领土，迄以后咱唔免去堪去抢迄落，迄爱堪去切断该行伊行伊哦。吼，你唔好去堪去高高点，迄足麻烦的，含中国人做足麻烦的，吼，有够麻烦的。你看咱。最近安尼吼，这几十几年，跟中国有咧来往，有咧大胆西进吼，哦，真正食好大药啊，夭寿！学遐歹步，即马中国遐歹步拢已经传来到遮，像迄传染病，哦，咱遮毒油、毒牛奶粉、毒啥物，统统是毒吼、哦，啊，拢假，做阵物件拢假。好，啊，已经中华民国已经袂无法度代表中国啊嘛吼。哦从金门干妈做，这里有做残余国家，伊顶下在讲死蛇活尾流啦，啊，剩这两块尾啊，伫遐咧叮当，吼、哦，好，啊，中华民国已经死啊，要安怎还人？好、哦，啊，过来，台湾国还袂出生，要安怎入人？啊，一个死，啊，一个还袂出世，好、哦，啊，所以拢无多入面哈。今当年嘛，阿个咧，他们联合国促进会嘛，阿个咧办活动，一年拢开几亿个，啊，招一挂人去联合国旅游，头去外口旅游啊，画画嘞，画爽嘞，搁等啊，没有结果。啊，变啊，迄阵要用台湾名，要入去联合国，送文件入去，用退件，吼、哦，秘书处都连看了，秘书处连看了，歹看，吼、哦，啊，咱内底咱有一个。真好诶，这个人才吼，这是阿扁啊，2000年到2008年做总统诶时，伊诶国策顾问吼，咱这個林志远，甲咱秘书长差几年啊，远东诶，那请伊起来，互咱大家熟悉者。林志远，咱甲欢迎，吼、哦。啊，伊即马请过来讲，知影讲咱这条路是对诶。哦，总统顾问吼，是，好，真好。你讲人才厉害好啊吼，甲咱这论述学好。处理跟因讲好清楚，甲你遐朋友，你实在拢较关卡的吼。啊，你先甲迄中下层的先练功夫讲好好啦吼。有问题，咱阁转来互相检讨。因为你只想要跟遐较关卡的讲，有时啊，咱功夫练阿袂好吼，你就去找迄乌大的迄几段的吼，你会晓摔甲鼻青脸肿。吼、哦，咱先功夫学好，先试下较一般的啦吼。啊，练功夫练了，你就知影讲你欠对啦吼、哦，有欠点咱阁转来。学习哈，啊，比如顶个册，也是咱的网站官网爱较常看的哈。后来咱来讲三个精神病患哈，甲医师的 case 啦哈。有三个精神病患住伫病院哈，啊，这医生然后每三个月拢爱去啊，就来伊的诊疗室过来检查看，哎，有较好无？哪较好？特别互因处理哈。啊，这个叫来到伊的诊疗室，啊，这医生。就这个白白顶管画一个门，用铅笔画一个门，画一个喇叭色。我就甲因三个讲：，啊，恁放好啊，吼，一定为只处理。我真正两个撞出来哦，抢迄个门把都要抢要弄出去。啊，剩这个，哎，这个拢无动于衷，拢无点人安尼戆。医生讲啊，这个温较好，迄两个不好。讲，啊，你还不爱处理？讲啊，啊，迄两个笑的啊，啊，锁匙伫我遮无来，甲我摕锁匙变哪出去？安尼，哇，那已经哇，
要弄病，哇，这个严重嘞啊！本来是讲这个也好个啊，啊，所以这三个拢袂当处理，对不对？好，啊，你看，因三个拢无买生意，家己有病对不？伊拢好个，两个都装出去啊，装袂出去。啊，另外迄、那个，我收集伫我家，哦，啊，头前迄两个冲去开门个，就较无台湾意识啦。较无独立思考能力，无当无派吼啊！啥物人管拢无拢好啊！我无做嘛，无当个食吼，拢差不多迄落，啊无就行向对白吼、哦。我迄阵嘛是拢行向对白哦，要来台北抗议哦。啊，即摆个想想，啊真正像台北一日游呢。哦，阮伫屏东遐落来半暝啊，落起床啊，透早落来出门来到遮吼、哦，差不多中昼食一个便当。啊，两点我开始活动，吼、哦、啊！上班到六点，我就要走啊，因为等伊伤晚吼。我有一届伫汤来食饭，食暗顿。啊，我迟到，因为迄个塞车，我迟到。我来倒车煞人咧呀！啊，伊倒，我咧个小姐讲，啊，伊倒唔是我咧倒吗？我咧后背落去倒啊！啊，迄个小姐可能新来，伊探头看，啊，伊倒拢拄好。年纪拢较大，拢白头毛嘞。我阿姨倒阁食无偌久啊，恁等一下。吼、哦，我赶紧拢闭去条后壁，等下用蒸。敢讲，迄倒阁食无偌久啊？好，过来。第三个，迄是独派人士，像我迄阵安尼啦，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啊。好、哦，啊，恁民政府都。三四千个尔，啊！我民进党几啊十万个党员，你无来看阮民进党，甲要靠后建国个首席伫阮民进党遮吼，意思是安尼啦，对不对？我、哦、最想想台湾人吼，拢、哦、有自大啦，拢阮人啊较济，就是阮对啦。啊，其实从法理来讲是咱对，只是咱人数，咱甲遐个外口遐个吼，他个破个。爱甲叫请，我开始咧参加秘书长即款组织的时候，我无拢甲我望看，啊，你有发烧无？啊，其实我自看到头拄迄支旗啊，美国台湾旗吼，迄直销公司迄支旗啊吼，我迄天开始，无啊未啦，就是讲，尾后一天看报纸，哎，啊那原来有画这个旗啊，啊讲要办演讲。嘿，我著走去听呢，一日听哇，恍然大悟。我伫民进党、伫建国党，做无我著得到台湾地位答案，拢伫主政者找着。好、哦，够欢喜，为迄天发烧，烧39度，甲即嘛还袂退烧。嘿，好，就是啊。啊，所以恁今仔日遮吼，那听我咧讲讲的吼，起码爱搁加一度给你啦。哦，你若无发烧吼，安尼都无啥正常嘞。哦，所以你若家己量，然后加半度，拢算正常啊。好，啊，你看咱敢是痟的，无成嘛吼。咱来遮是要学做医生啦，吼、哦。啊，因为外口足侪痟的吼，咱那个叫请那个教好嘛吼，伊头个内底底做着歹物件，咱那个清出来。咱是毋来做医生？学做医生嘛，对不？啊，当个爱讲讲呢，莫看报呢吼。哦，我这你等下，你若需要我这个 PowerPoint 哈、哦，会当甲咱电脑做套，利用随身碟，拜托伊考考你。这两三天来，你随身碟来考拢会使。这无版权的，欢迎拷贝，欢迎复制，欢迎推广哈、哦。因为台湾人伫外口用骗的太济了哈、哦。有一个龙华堂，恁知不？较早迄少个吼，拢无人要照顾啊！啊，拄啊，即个会长吼，还是师傅啊吼，有迄个爱心，拢甲收来，啊，甲伊弄过吼，对无？啊，有诶，看了较正常啊吼。啊，咱一个同事咪甲问讲，伊伫遐做志工讲，啊，你看到好势好势，你太不爱出去啊？伊甲回答讲，我毋通外口做危险诶，迄外口做侪痟诶。啊，所以
外口做者少的对无？啊，所以欠做者医生啦，哦，咱遮欠做者医生，啊，所以大家等于爱招一挂亲戚朋友，头壳较清楚，爱来遮学做医生，咱等来甲因救，哦，来甲因救倒转来吼。有要做医生的亚洲？哦，好啊，感谢哈，大家拍拼哈，好。嗯，所以咱 TGE 这个医生就是 TGE 的成员哈，咱以拥有健康的国际法律能源观察来医治破灭台湾人哈，这足重要哈。啊，你唔好功夫学无好，出去讲医一个，佮破一个较严重。哈哈哈！都我讲个时间差不多哈。好 ，OK， 啊那啊，到底咱要安怎交流？你哪讲？其实，那以即马目前，咱会当要求美国哈，和咱做伊个副会员国哈、哦，来交流联合国。都拄啊像翁阿某，翁请信用卡或者正卡，阿某摕副卡，吼、哦，讲这个意思。安尼就交流也免遐麻烦哈。啊，咱理想建构台湾的未来模式有对几项吼、哦？当然，咱来会再来看吼。伫、哦、美国军政府下骹，咱台湾民政府、台湾驻地吼，台湾人家己管家己吼、哦。啊，用立陶宛的模式，啊，咱拒绝参加流氓体制的选举。你甲想，西藏流氓政府走去伫印度的达兰萨拉迄、那个地区。因咧选总理，刚好叫印度人来看民选，那个突破那个总理无啊？印度人无头壳歹，恁流氓政府恁咧选恁的总理，恁家己选根本无关的，阮只是迄块土地租你尔。啊，咱台湾朋友只是暂时迄个美国君主占领，美国借蒋介石伊暂时咧来甲咱管尔。啊，因要选因的迄个领导者。咱台湾人哪会去参加？这唔对啊，吼、哦，法律上唔对哈。啊，过来就琉球皇文模式了哈，等于大日本帝国，吼、哦，啊，跟日本做，这做邦联还是联邦，吼、哦，好。啊，有真侪咱的同心来上过课，拢来讲啊，是安怎无爱叫美国光因拨一寡经费，互咱台湾民政发展组织，吼、哦，啊，就讲啊，无爱叫美国军队光因。占领台湾，接管台湾，吼、哦！啊，这咱来了解啊，吼、哦！我过来讲，他不要叫美国甲流氓政府、中华民国甲关于金马祖，啊，咱定拢袂记讲咱什么新闻，吼、哦！咱是美日战争的时，咱是敌对国，啊，咱即马是被占领者，吼、哦！美国是占领者，美国对咱民政府有两个要求。咱刚有准备两个要求，就讲训练四千个哦储备干部，吼、哦，啊，过来41,000来收人，这两个咱拢无做无够，无资格甲美国反映者。而且你这也未做够，你就要叫美国做这，啊，煞改成敢那咱头家，我们忘了我们是谁，我们是被占领者，他是占领者与监管。啊，刚好员工伫变数啊，拄啊拄着。那个党组长来讲，诶，党组长，啊，涂卡变做涂卡做垃圾，你才不爱清清诶，倒变个吼，都跌到上安尼吼。哎呦，哦，这紧哦，哇，超过五分钟吼，安尼我明仔我还阁有大概半点钟的时间吼，啊，明仔我还阁继续吼，今仔广告者感谢各位，多谢，谢谢。各位好，我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啊，楼卡餐厅遐有点心会当用。那个，请新竹州詹正修先生，麻烦请到楼下办公室找工作人员，谢谢。